事不宜迟，我们现在马上一起进入这个短视频，来看一看发生到底有什么呢？Let's go，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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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go kiss。哦，原来 go go kiss 是这样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然后啪啪啪啪啪啪，一起来欢迎来自 Jalan Jalan Kai 的 Mr. Pai，耶！噔噔噔好，来，大家好，我们的主力小一班讲，早上好，来，各位线上在看这直播的，大朋友、小朋友，早上好。早上好，那。老师这边呢，班长是非常期待要去拔升了，所以呢，我现在马上把这个 screen pass 给你，然后就冲去拔升找你了，好不好？是，但是我们的班长不要这么快，OK，不见掉。我想问班长一个问题：当你来到巴生，你第一个想到巴生，就是巴生给你的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肉骨茶 啊，看来大家的第一个印象都是肉骨茶。好，我想问一下，其实我的声音 OK 吗？OK，很清楚，不会有回音啊。有一点点，但是是清楚的，所以是 OK 的。好啊，可以，因为我在一个房间里面，所以可能那个声音会有一点点回音之类的，是。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就出发喽。是，来，Let's go。好，再一次来，再跟各位线上的朋友们说声早安啦！今天呢，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啦。我叫阿飞，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 five。哈，假如中文名字呢，其实就是光辉的辉。因为本身是个广东人啦，所以那个读音就变成了是个 five。所以今天呢，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哎。早上好啊，范老师今天呢要带你们去我的家乡，就是巴生。哎，巴生在哪里呢？巴生就在雪兰莪州的一个靠海的城市。OK，巴生就是一个在雪兰莪州靠海的城市了啊。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的这个地方名字呢，它就叫做 Klang，OK，Klang，OK，KLANG，Klang。OK，所以来想问线上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人来过巴生呢？有没有人来过 Klang 呢？有没有？有的话，请给个
打个招呼一下哦，有没有来过拔生，好不好？哎，在线上看着这个直播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有没有人来过拔生呢？知不知道拔生在哪里？然后也顺便告诉Fly老师，哎，你对拔生的这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会不会像我们的九力班长一样呢？也是因为马不得肉骨茶，好不好？有没有人来过拔生？来，请大家给我一些反应一下，好不好？好，今天呢，其实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的家乡，哎，到底有什么很特别的这些特色，好不好？有什么很独特的一些景点必须带大家去看看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左手边，哎，滴滴滴滴，这个海报 ，OK， 就是这个海报。这海报里面呢有三个地方 ，OK， 这海报里面呢有三个地方，然后最左手边的那一个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发生的这个皇宫 ，OK， 皇宫是谁住的呢？皇宫就是我们这个雪兰莪州苏丹居住的这一个地方啦。然后中间的那一个图片呢，就是我们发生的小印度啦，那个就是我们发生的小印度。然后最右手边的那个呢？那一个呢，待会范老师会重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哎，右手边的那一个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它非常有趣，非常的独特，所以有请各位爸爸妈妈，哎，记得帮忙分享这个直播视频，好不好？我们希望更多人来了解范老师的家乡拔生。OK， 好，讲 Glenn 这里。介绍一下江 Glenn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团队哦。江 Glenn 呢是在这个NGO 这个非政府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呢都很落力、很努力的在自己的家我们社区去推广这个家旅游。现在大家因为这个COVID-19不能够出国，所以大家一定要响应我们的这一个怎么讲马来西亚的这些本土旅游啊，对不对？所以欢迎到巴生 ，OK， 好，然后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哎，记得留守在这一个直播线上，不要开哦。好，来，我们来看下一张的这个图片，今天呢，今天要带大家走读去就读我的家乡，看马来西亚的文化，好不好？这是我们第八声，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文化，好不好？好，这张图片呢，哎，你们看这的这张图片呢，其实呢，这个是大概是1950年时代的巴生老街的地图，然后距离就是70年度了，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巴生不会像现在多了。所以的这些社区导览啊，我们带大家去认识马来西亚文化的地方呢，到底是在哪里呢？啊，就是现在你们看这的这一张地图了。OK， 这张地图上面的右手边 ，OK， 右上角那个位置呢，就是巴生的火车站。OK， 那个就是巴生的火车，巴生的火车站。所以，假如你们不开车，开车，哎，你们可以坐火车来到巴生，哎，来到巴生。所以当你从这个火车站一走出来，哎，你可以来到我们巴生最好的这个街区去认识我们街里面的传统行业，当然也可以去认识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独特文化。顺便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巴生火车站。不好意思，打扰你了。Hello， 听到我讲？哎，对，有啊，因为你那边还挺卡的，你可能需要先出去一下下，然后再回来，好不好？好，可以。谢谢你喽。
哦，那诶，可能现在就是我讲课的时间了，虽然我不太懂，对，没错，现在呢，好了，我不可能讲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但是我刚才就想到啊，除了肉骨茶之外呢，其实我还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去到巴生哦，他们也有很多那种，像刚才我有看到你们有的有些 comment，就是那边也是有这个海鲜，对不对？因为还是靠海港嘛，然后呢，它就有这个很多的鱼塘。没错，那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鱼塘，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钓鱼。过后呢，他们就会把它烹饪出一个非常美味的料理给大家。Hello，我这边看到一些哦，有 Chloe 讲摇摇冰，没错没错，摇摇冰也是很出名，我很喜欢摇摇冰。还有心病 Long Time No See，真的。OK，再一次的，如果你们在这里的话呢，记得要分享，按下那个分享吧，这两过后呢，然后再 tag 三位朋友，过后在这里 comment 多一点的话呢，你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其中一位幸运儿喽。待会儿呢，我们将会抽出三位幸运儿哦，好好玩又好好笑。什么东西好好玩又好好笑呢？OK，声音断断续续的，没错。OK，所以呢，再一次呢，非常希望大家继续在这一边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新的名字。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班长，这里小易班长。那待会呢，老师将会回到这里，再次和大家分享哦。嗯，看看老师回来了没有？OK，然后呢，姐姐其实本身也有蛮多的朋友是住在巴生的，然后姐姐还有另外一个记忆点呢，就是巴生很远，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住在巴生，然后他每次我们要约出去哦，他就会想啊很远呢、啊，我要加1个小时，然后这样子，可能也包括塞车等等啦。所以呢，待会儿呢，我是非常期待叶老师还将会呢继续。介绍一些巴生的什么内容呢？来，现在 OK 吗？现在也是哦，刚才哦，爸爸带我去吃，我真的喜欢摇摇冰。然后摇摇冰，你们最喜欢？你们知道什么是摇摇冰吗？它其实就像 ice blend 的样子的，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在茶餐室或者是那个巴塞马拉会有卖的。那姐姐最喜欢的每次就是那个酸梅的。酸梅冰我很喜欢，还有就是芒果，我超喜欢芒果的，我好想要多了解巴生的知识，好棒，Chingness！好，那你们其他人记得 please show the places for food，right？我自己也是这么想，就像昨天我们去到霹雳州呢，也是非常期待知道他们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哇，我自己本身，你看我一讲，我就在那吞口水了。哦，好想哦！我觉得旅行最开心的一件，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可以吃，么么么。咦，老师回来了，Hello，老师你好，好，好，抱歉，抱歉，抱歉，因为刚才不知道是出现什么状况啊。没问题，没问好，题。现在的声音 OK 吗？OK，也看起来挺顺畅的。顺畅了，OK，好，好，好，可以，因为我待会儿不会好。再出现，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就会出现在这里。OK，好，就下次我待会儿就是叫我们的这个班长就出来，好，谢谢我们的九力班长啊，OK，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哎，抱歉了，可能刚才出现一些线路上的问题了，好，来，我们继续跟着范老师，我们一起去走读巴生去学堂，然后就从我们的巴生的这一张老地图，这个就是我们的巴生南区老街，哎，一起来看看马来西亚的一些独特文化。所以各位小朋友，哎，记得你们也假如爸爸妈妈不开车带你们来巴生的话呢，也可以叫爸爸妈妈一起坐火车，哎，来到我们巴生了哦。你只要坐火车来到巴生，一出这个火车站呢，你就可以来到了这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非常有趣的这一个老街区了。哎，就是这个地图右上角那个就是我们的火车站哦。这个火车铁路呢，还是全马来西亚第二条的火车铁路，而且是最古老的那一个，还在使用中呢，好吧？来，我们来看看下一张的这个图片。哎，范老师要带你们去哪里呢？哎，哇，这个地方呢，
我们常常说美国呢有一个白宫，诶，巴生也有一个白宫哦，巴生也有一个白宫。美国的白宫呢，非常大，巴生的这个白宫呢就在我们的火车站走出来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这张图片啊，非常漂亮的一个白色的建筑物。而这一个建筑物呢，是我们英国人在1909年盖起来的一个建筑物哦，所以里面呢，现在是我们的一个苏丹的一个私人的皇家博物馆、皇家纪念馆。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小朋友想要来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呢，记得哦，它是星期二到礼拜天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星期一是休息的哦。里面呢有好多好多我们的这个苏丹的私人珍藏哦，很漂亮，很好看的。当然，假如 OK 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叫各位老师带你们进去这个博物馆哦，用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这一个地方，好不好？好、哦，然后呢？那这里呢，费老师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其实雪兰莪州这个皇朝呢，我们总共有9个苏丹，我们总共有9个苏丹，到底呢？哎，到底呢？这个纪念馆是要纪念第几位苏丹的呢 ？OK， 哦，因为这个博物馆里面呢，这个纪念馆里面呢，有几个地方呢？大部分都是在讲述这一任的苏丹，到底是第几任的苏丹？有没有人知道答案？有人知道答案的，请你们写下来哦。到底是要纪念第几任的苏丹了 ？OK， 好不好？哦，这个呢，进去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哎，我们雪兰莪州的这个每一个苏丹的历史。但是呢，有一位苏丹呢，他是重点介绍，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他小时候啦。他长大的那些事情啊，他在哪里念书啊，他用过的一些文具啊，或者是衣服之类的，好不好？哦，所以知道答案的小朋友们，哎，赶快写下来了，可以猜猜看，好不好？好、哦，然后除了这个巴生这个白宫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哇哦，这个地方呢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去的哦。这个地方呢需要预约的哦，需要预约的。那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白宫，走路大约不用5分钟我们就来到了皇宫了。皇宫呢，这个就是我们苏丹居住的地方了。 OK， 这个皇宫就是我们苏丹居住的地方了。哦，所以这个皇宫呢也是开放的哦，它只是在星期二跟星期四有对外开放。OK， 有对外开放，所以假如有兴趣要跟着我们一起进去皇宫里面看看的话，哎，记得有兴趣的爸爸妈妈可以报名哦，好不好？好，可以成为我们江江 Glen 的会员，我们就会带你们进去这一个皇宫了，好不好？这是一个很独家的一个行程了。好，来，我们再看看，哎，除了去白宫跟皇宫之外呢，我们再要去哪里呢？好，这里呢，范老师透过今天的这一场直播，想谢谢我们的江江 Glen 的这些商家会员朋友们。哦，记得今天我们会送出的这个3份礼物呢，是由其中一位商家会员朋友们赞助的这一个礼物了，真的是要谢谢他了啊！我们就快快的看过这一个，来，我们来到下一张。哦，我记得刚才九力班长有提到一个。摇摇冰是不是？我看一看这些信息一下，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一些朋友们说到摇摇冰。对，这个摇摇冰是在巴生的班达马兰新村，他也是我们江江 Glen 的其中一位商家会员了。所以大家来到巴生的时候呢，记得也可以去找找我们的这位摇摇冰哥哥哦，他的这个摇摇冰的确是非常不错的哦。好，来，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呢，范老师想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想要多认识巴生，更深度的了解我们巴生的这些在地文化，从巴生这个小小的这个城市呢，去看马来西亚的这个独特文化。哎，接下来的7月份呢，范老师会在7月4号跟7月5号
会举办 ，OK， 会在线上网上开班，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假如有兴趣的话，可以带着你家的孩子们一起来去学堂，好不好？所以这个可以通过一个小时的这一个线上分享，可以让大家从法身去认识马来西亚的这个独特文化了。OK，Let's go， 我们今天看看，哎，范老师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哈、哦，因为刚刚我有问大家了，哎，法身给你们的第一个印象呢，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九力班长就说了这个肉骨茶，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们，哎，都会记得法身呢，曾经也被人家叫做乌鸦城哦，曾经也被人家叫做乌鸦城。所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哎，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法身叫乌鸦城呢？哎，我这里有两个答案，不是 A 就是 B。那各位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法身为什么被叫成乌鸦城呢？到底答案是 A？还是 B 呢？哦，我也来问问一下左立班长，到底答案是 A 还是 B 呢？B 是吗？我猜。诶，老师听到我讲话吗？老师不见了。有。我在猜想，应该是可能是因为八声有分过乌鸦吧。OK， 我们九力班长的答案就选择 B， 对不对？我们看看大家，其实这边也很多人选 B 耶。啊，来来来，我们来看看。这样你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一下哦。好。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一下，哎，为什么八声被叫成乌鸦城？哦，好，其实呢，答案就是，哎，谢谢我们的班长，还有谢谢其他的这些同学们哦，我们今天答的 B 就是对的，因为八声很多乌鸦啦。好，八声为什么很多乌鸦呢？其实这个故事说来非常非常的长哦。OK， 好，其实简单概括呢，这个乌鸦呢是早期呢是由英国人带进来。这个巴生，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一种农作物而把这个巴生给引进来了，而巴生其实不是这个乌鸦不是来自巴生的，是因为英国人把这个乌鸦给引进来了，然后就慢慢的我们的这一个巴生的乌鸦就越来越多。所以因为当时候呢英国人开发了这个咖啡园丘，而这个咖啡在成长的过程中，哎，也引来了很多害虫。所以英国人把乌鸦引进来，其实就是要吃害虫的哦。但是呢，后来害虫吃完了，乌鸦就逗留在这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啊。当然，那个更实体的这一个故事分享呢。好，非常的有趣了啊，好不好？然后这边呢，范老师也跟大家给大家看一看了，哎，我们巴生有一个皇家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这个 logo 呢，有没有看到右手边的那张图？竟然就是乌鸦哦！哇，原来我们的这个俱乐部早期是由英国人开办的，好，英国人跟这个乌鸦的关系非常把利索 ，OK。啊，他把乌鸦也放在他们的这个 logo 上面了，后来才改成了这个马来短剑哦。好，所以再次恭喜大家，你们都答对了哦。假如谁选择 B 的话，你们都答对了。OK， 好，来，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片哦。好。好，下一张图片呢，其实假如大家想要多了解乌鸦与靶身的这个故事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范老师在七月份的这一个线上去学堂了哦。旁边有这个 QR 码可以打，可以扫描，然后可以联络范老师，然后我们就告诉你这一个去学堂的一些主题分享跟这一个内容，好不好？
所以来，我们快快看过这一章，然后我们就到下一个了。乌鸦跟把生的确真的是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了哦。好，今天范老师呢，第一章带你们给你们看呢，它就是一张这一个巴生老街的老地图。所以这个老地图里面呢，走出来呢，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商店，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传统行业，其中有一个呢，就在火车站的对面 ，OK。有一家咖啡店，然后呢，其实范老师想问大家哦，其实到底什么籍贯的华人呢，是最多经营咖啡店的呢？OK，你来一趟巴生的老街，范老师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关于乌鸦的故事，关于这一个华人下南洋、华人传统老行业的这个故事。所以这边各位爸爸妈妈，来，我们一起来作答一下了。到底这一个什么籍贯的华人又最多经营咖啡店呢？这里有 A、B、C、D 选择了，好，久力班长要不要选一下呢？我觉得可能是福建人，或者海哦。南人，海南人，因为海南人喜欢喝咖啡，还有哈海带咖哈哈啡。，OK，对，这边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了，你来到巴生这个地方呢，巴生有超过80%的这个华人人口呢，都是福建人，讲的都是 Hokkien 语哦，讲的都是福建话哦，所以当然这个答案呢不是福建人哦，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答对这一个问题哦。到底什么籍贯的人是经营这一个咖啡店的呢？因为他也是有故事的哦，他也是有故事的哦，所以你来一趟巴生的老街，走读我们的这一个巴生老街，你可以学到很多很有趣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在地文化。好，这个答案呢是海南的呢，我们再次恭喜久力班长，你又答对了。OK，好，对。我们巴生火车站那边呢，对面就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咖啡店、茶餐室，它叫做中国酒店。好，中国酒店，哦，这个是不是？你来到巴生不用 passport 也可以去中国哦，各位小朋友。当然范老师跟你讲笑的哈。好，中国酒店是海南人所创立的一个咖啡店。当然，为什么马来西亚的这个咖啡店呢，都是由海南人设立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这个海南人呢，是最后一群华人群体来到马来亚，当时候的马来亚。所以当时候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发现，原来有很多的行业已经是被其他的这个籍贯经营了。所以海南人在没有办法之下呢，他们就去到英国人的家，OK，去到军营 Army Camp 里面就去做这个厨房的工作。所以久而久之也学到了很多很有特色的这些西方料理。所以后来呢，他们就自己出来创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了海南人的这个茶餐室呢，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些很有特色的食物，包括其中一样就是海南鸡扒了，这是一个中西合并的一个料理了。所以，来我们看看其他的这些图片啊，像这花生钟表行啊，还有这一个其他的还有一个小朋友的那一个，哎，看到有一个小朋友点一盏灯的，哎，这些都是在我们巴生老街区里面呢，还存在的一些传统行业。OK，所以潘老师就不让你们猜了，就大概直接告诉你们了。这些做手表的呢，都是广东人。然后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点一盏灯的那些都是客家人啊，这些都是在巴生老街里面会出现的一些传统行业。所以有兴趣要了解的爸爸妈妈们，记得带小朋友一起来到巴生老街哦，好不好？好，然后呢，这边范老师也希望，哎，大家当然第一想到的就是肉骨茶嘛，对不对？所以在线上观赏这场直播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有没有人想要购买巴生的这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一个肉骨茶料理包呢？记得可以扫描那个 QR 码，好，我们是整个西马半岛都可以邮寄给你，OK？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老师傅。
，OK，所自己打造的一个料包。所以想要品尝独特的巴生口味的这个肉骨茶马古德，有兴趣的可以购买了，就是那一个 QR 码了，好不好？OK，这个是今天是做一个 offer 啦，就是15包就是99块，全马包邮啊，全马包邮，我们需要对，15包全马包邮，OK，99块而已了。有兴趣的爸爸妈妈可以扫描那一个 QR 码，OK，你可以扫描那个 QR 码。好，来，我们看完了这个乌鸦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这些华人传统老行业呢，来到巴生，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哦。所以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是哦，在我们的这一个巴生这个地方呢，居住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印度人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印度人。OK，所以你们最有印象的印度美食是什么呢？巴生有一条不长不短的印度街，OK，那边呢就售卖着很多很有特色的这些印度美食，当然其中哎，就是坏老师待会要跟你们分享的，OK，就是香蕉叶饭，OK，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答案会是什么呢？你最有印象的这一个巴生印度美食会是什么呢？哎，好，这个就是巴生有个小印度街区，里面呢有一个华人餐馆，竟然卖着非常好吃的印度料理香蕉叶饭，迟一点开店。但是呢，已经有很多的大朋友就在排队哦，是非常棒的，OK。所以当然，除了这个华人餐馆卖这印度料理呢，印度街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棒的这些印度料理店。当然呢，范老师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巴生小印度非常特色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这个应该是在巴生才可以看得到，OK。假如各位爸爸妈妈，你在你所居住的城市有看过这一个活动的话，你可以分享给我知道了，因为我知道现在全马来西亚最有特色的小印度一定就在派老师的家乡，因为我们的小印度的这里的小鸟会算命。OK，哇哦，OK，真的是非常棒。我们这个小印度里面的小鸟真的会算命哦。我们来不来？要不要问一下我们的九黎班长？九黎班长有没有看过小鸟会算命呢？没有看过，对，我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的话，我觉得大家听完范老师讲解之后呢，我们来个 Google Travel，一起来巴生小印度，我们去找找会算命的小鸟，好不好？好，赞同。OK，对，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哎，大家喜爱的这些印度美食啦。OK，好，所以刚刚有看到有一些大朋友们留言，就是他喜欢这个巴布德，所以范老师刚才推荐的这个老鼠秘方肉骨茶料理包呢，这个真的是真材实料，有兴趣的家长们，哎，记得可以支持一下，然后可以下单支持一下，西马包邮99令吉了。好，我们讲过了这个会算命的小鸟之外呢，OK，我们现在来看看下一张的图片，OK，我们来看看下一张的图片。所以来，在我们的巴生小印度街区里面，除了有很多这些印度的餐馆啊，还有卖着很多漂亮的印度服装，还有呢，有一间哦，非常漂亮的这个新都庙哦，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新都庙，所以假如各位爸爸妈妈跟孩子们想要多了解这个印度文化，可以来参与范老师的这个去学堂。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呢，会跟大家用比较有趣、比较深度的一种方式，让各位学习。为什么我的降头绳的牙是断了的呢？好，今天就不说这个故事了啊。来，我们来看看下一张的这个图片了啊。所以有兴趣的爸爸妈妈们，记得可以提前报名参加哦。好，
然后呢，蔡老师其实在我们的巴生老街区这里呢，也曾经办过一个户外写生，所以范老师很喜欢很喜欢。我当然在这边也很想呼吁一下各位爸爸妈妈，以后带小朋友去哪里旅行都好，不管你去马来西亚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是巴生，我希望你们都带着你们的彩色笔还有你们的画纸一起，哎，一边旅行一边画画，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旅画，然后把小朋友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了解到的都给画进他们的这个画里面。所以我们就来一趟这个户外写生。这是呢范老师曾经带过的小朋友，他们最小的3岁4岁，然后最大的有10几岁小学的。这是我把他们所有的画呢拼在一起了。这是我们巴生老街区里面的一些独特的风景，有这个小白，有我们的这个皇家纪念馆的白宫，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当然你们也看到这个印度美食，还有很多很多好。所以这个就是走一趟巴生老街，我们把小朋友们的这一个所看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了，非常有趣了。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们下次带小朋友去哪里都可以带上他们的彩色笔跟画纸，好不好？就 Let's go， 我们再看下一张会是去到哪里呢？哇哦，对了，好。所以在看着这个线上直播的爸爸妈妈们，假如你觉得早上来到巴生老街非常的热，哎呦，太阳非常的热，怎么办呢？范老师也可以建议你们也可以来晚上的哦。当然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就看不到这些传统行业，但是呢晚上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哦，晚上你可以来到我们巴生老街区，这一个范老师把它命为我们的夜间动物园。哎，巴生老街晚上有夜间动物园，哦，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范老师想跟你说是真的哦。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墙壁上的这些乌鸦都亮起了灯，然后你还看到有一条小巷子都画满了壁画，而这些壁画呢都是动物，所以晚上亮起了灯之后呢，我也感觉我们好像去了奈沙巴绿哦，所以那个是一个壁画后巷啦。好，建议大家晚上可以去到那一边啦，大概7点多8点的时候亮了灯，非常漂亮，拍照非常漂亮。这个景点刚刚在2月份完成，但是还没来得及要做推荐，已经遇上了这个 MCO 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哎，晚上经过巴生老街火车站附近，可以走进去这一个巴生唯一的 Night Safari， 就是我们的壁画后巷啊。到底在哪里？哈，想知道的爸爸妈妈们可以留言啊。待会范老师回答你们了，到底是在哪里呢？ OK， 没有人带你们去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自己找到呢，应该可以的哦。 OK， 好，来，范老师讲完我们巴生的这一些比较有亮点的这个一些景点之外呢，当然在巴生的这一个老街区里面呢，还有很多非常美味的古早味，有巴沟店啦，有刚才中国酒店的咖啡啦，还有这个潮州人的潮州粥，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啦。所以真的星期六礼拜可以来一趟这样的轻旅行啦。 OK， 除了这个轻旅行之外呢，这里呢范老师也很提倡一个叫做5号小旅行的旅游计划，就是呢希望爸爸妈妈们来到巴生，我们从巴生出发，巴生是5号公路的零起点，从巴生出发，我们沿着雪兰莪州的沿海公路会来到一个地方， OK， 会来到一个地方。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这是一个百年皇宫，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哦，但是呢这个皇宫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地方是在 Jukra 啦。所以爸爸妈妈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这个
百年皇宫的这个小镇，哦，那边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食哦。在朱克拉这个百年皇宫附近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食，我不知道线上的爸爸妈妈们到底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呢？啊，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啦，所以去完这个百年皇宫，你们可以去吃一吃这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啦。范老师今天不要告诉你这个叫什么名字，我看看有没有人知道来写出来了。好，然后五号小旅行，我们从巴生出发，会来到一个岛，这个岛呢不叫小岛了，这个岛非常大非常大，这个岛非常大哈、哦、这个岛上面住着了一群原住民。哦，原住民长成什么样子呢？原住民长成什么样子呢？哈、哦、原住民呢，他的样子跟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啦哦。所以这个原住民呢就住在 Burau Kerry 里面啦、哦、距离巴生大概有40分钟的车程。OK， 距离巴生有大概40分钟的车程。所以每一年呢，农历新年我们过华人新年的时候，农历新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日子。每一年的农历新年的年初五，年初五啊、哦、年初五 OK， 年初五他们会举行一个活动叫做祭海节 Punca Pantai， OK， 他们要去海边拜拜 OK， 他们要去海边拜拜。所以这个活动到底是怎样的呢？哦，这个活动到底是怎样的呢？假如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的爸爸妈妈们呢，可以来参加艾老师这个趣学堂好不好？哦，会跟你们更详细的解释，诶，到底这个神秘民族 Maori 为什么要去到海边拜拜呢？然后为什么他们的这些传统服装还有戴上这个面具，喂，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好，今天我就不会太详细的说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 Burau Kerry 呢也是有故事的。为什么它叫做 Kerry Island？ OK， 然后为什么住着了这么多的这个神秘民族 Maori？ 神秘民族到底他们最擅长做些什么手工呢？哎，七月五号下午4点，有兴趣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学习啊，好吧？所以这个就是艾老师想跟你们分享的神秘民族 Maori 的 ，OK？ 距离巴生只是区区40分钟的车程而已，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村 ，OK？ 所以想要多了解马来西亚半岛的这一个原住民文化，请大家哎可以留意我们加兰加兰 Glen 的这个脸书专页，哎，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哎很多关于这一个神秘民族马来西亚的这个故事啦。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一个原住民，但是在全世界很多人都认识他们，好，所以。白老师今年呢很落力的希望能够协助我们的这些原住民朋友把他们的这些独特文化给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OK， 好，来，我们去完了巴生，我们去完了这个 Burau Kerry 凯利岛，哎，所以就谢谢大家。 OK， 我们今天白老师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一边为止了。所以假如线上正在看着直播的这些爸爸妈妈，有谁是来自巴生的，或者曾经居住过巴生，哎，你们有这些巴生的老照片啊，一些故事啊，文献啊，简报啊，杂志啊，特刊啊，还是什么的，只要是关系到巴生的都可以告诉范老师好不好？因为我们都在收集着更多巴生的这些有趣的故事。所以谢谢大家跟我一起探索过去，发掘当下。来，主力班长。谢谢范老师。范老师，这里呢有小朋友问哦，这个原住民他们现在是住哪里的呢？这个原住民呢，这个原住民是住在距离巴生大概有40分钟车程的一个很大的岛，那个岛就叫做凯利岛 Burau Kerry。啊，然后他们的屋子可能你们会想象，小朋友可能会想象，哎，这个原住民是不是住在树上呢？是不是住在山洞里面？OK， 好，他们其实住得也非常靠近我们的华人新村或者是一些小城镇。
所以也比较 modern 一点的，当然还是会看到一些比较传统的木屋啊，或者是雅达叶之类的，还是很可以看得到的。对，而且他们的屋子、他们的村子都在油棕园里面，因为现在的凯利岛整个岛大部分都是种植了这一个有种油棕，对，所以他们的村子就在油棕园里面。，OK，好的，谢谢老师。老师你很厉害耶，基本上有好多好多的知识要和我们分享，而且好多故事，再加上你有好多场的分享会。对，所以刚才我的这个主题就是走读巴生去学它，所以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的爸爸妈妈可以来关注一下拜老师的这一个脸书专页，就是在 Facebook 你上面打江江 Glang，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哦。然后其实我们因为 MCO 的期间也不能够做到这一个怎么讲真的实去体外的面那个外面，户外的那种社区导览，所以我们就把社区导览搬到去线上，所以也依据不同的主题来做分享。所以一个把生真的很多故事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老行业，我们可以说华人下南洋，我们可以说小印度的文化，我们可以说多元的信仰，我们可以讲巴生河，我们可以讲鳄鱼的故事，我们可以讲乌鸦的故事，我们可以讲原住民的故事，我们可以讲五条港的故事，真的是实在太多了。那，真的，真的是非常谢谢费老师。然后在这里呢，大家也是送你飞吻，然后拍手掌给你，谢谢你的分享哦。好，那再一次的，如果有什么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待会儿我们也会把这个费老师的这个面子书放在这里，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再一次呢，非常感谢费老师的分享。我们希望很快可以再次见面，或者就像你讲的，我们一起来 Google Kids Travel 这样子。对，大家一起来到巴生的这个小印度，一起去看看会算命的小鸟到底是怎样算命的，对不对？其实范老师很想准备那个会算命的小鸟的那个 video 的，但是我想还是要让大家来到现场亲眼，OK，看看。亲眼看，OK，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哎，到底这个小鸟怎么算命呢？其实。他有他的那个步骤，他有他的动作了，蛮有趣的，所以还真的是在MCO 后，哎，大家可以组个小团队，一起来到巴生来走走，一起来走读巴生，一起来学习。好，那我们希望很快就有机会可以去到那边啦。那谢谢是。在这里的，现在暂时就谢谢老师，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喽。对。谢拜谢拜。我们的班长，谢谢各位，拜拜。